王小柔撒个小谎，竟被曾曾祖父找上门。我们家不能迟到，不能撒谎。我一跪下，我爷爷就，我们家的祖先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们现在全部都在看你。我就，Oh my god！ 我就真的在那跪了一天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1/2强。